们2019的新年特辑，有没有还挺感慨的？跟去年穿的是一样的帽子哦，跟去年穿的是一样的衣服和帽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是红烧肉，然后蒜苔炒腊肉，然后腊肠，然后手撕包菜，还有冬瓜排骨汤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我叫多酱，我是一个聊天型的吃播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那种，话会比较多。如果不喜欢看话多的话，就叉叉关闭，不要在弹幕撕逼，爱与和平哟。后面也会唠嗑呀，讲讲新年的目标啊，然后后面还会唱歌来着。然后我今年准备唱你们去年特别想让我唱的《好运来》，好吗？这首歌我还练了好几天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，小小期待一下。然后喝的是这个可口可乐，然后我看它是红色包装我才买的，因为新年嘛，红红火火的。哦，对，我有没有跟大家说新年好？应该说了吧，还是说点贺词吧。然后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开开心心，吃麻麻香。开始吃了，然后这个是红烧肉哦，我自己做的。今天我8点多就起来了，然后跑到菜市场里面买了好多菜，然后开始弄。天哪，我自己的手艺怎么这么好啊？好久没做饭，我以为我找不回来之前做饭的那种感觉了，没想到哎，还是回来了，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嘛，先自夸一波。哇，我真的好久没吃红烧肉了，特别是这种自己做的红烧肉，大概有一年，至少有一年没吃过了。好大一个肉，吃肉太爽了。这边是腊肉，希望对上焦了吧。蒜苔炒腊肉一绝呀，有点饿我现在。这个是腊肠，直接蒸的，直接蒸了之后然后切片，麻辣味儿。这边是手撕包菜，这个不是炒糊了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上面的那个葱和那个蒜，被我炒黑了，它不是包菜黑了哈。我厨艺很不错嘛，好吃到自己夸自己，有没有？我以为我好久没做饭，厨艺会倒退了，没想到还可以啊。腊肉蒜苔绝配，还有冬瓜排骨汤哦。怎么样，我做还挺丰盛的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个筷子总忍不住往这边对，不是故意的哟。啊，冬瓜。排骨，对了，这个视频我是提前录的哟，20几号的时候录的，不是初一哦。对，新年我会这几天会一直晚上直播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，我会在微博上面发我什么时候开始直播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想关注也没有关系，大概每天晚上大概都是8点啊、9点啊、10点啊。或者早一点是7点呀，反正就是这个时段会直播一下。因为我过年有时间嘛，我只要一有时间我都是直播的。哎，红烧肉简直今天的 VIP 呀、啊、不是 VIP， 那叫什么 P 来着， MVP， 想起来。下饭。手撕包菜就要放很多醋才好吃。
腊肠好吃吗？我感觉过年呢就是要吃腊肠啊、腊肉啊什么这种。你们觉得我戴帽子还行吗？我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戴帽子，因为戴帽子显脸比较大，比较圆一些。当然我脸本来就圆啊，不是显得圆，本来就圆。就是每次戴帽子感觉头太大了，脸太大了，就不想戴帽子。希望每年的这个新年特辑都能做成每年的一个传统，每年都会录。这是我的想法，希望能实现吧。多蘸点这个汁油。哎呀，过年又胖好几斤呢。本来就胖，一胖就更不得了。哦，今天菜我不一定会全吃完，一个人吃有点多，吃了四菜一汤，我不一定全部吃完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吃到撑为止。但是你们也不要怕浪费，我现在录的时候是中午，晚上还可以热一热继续吃。哎呦，今天的红烧肉完全发挥了我99.5%的实力水平。你们过年都去哪里玩了呢？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年啊，都是会放烟花啊，那些现在安全问题嘛，就不能放了。但是还挺怀念小的时候过年那种感觉，就比较有年味儿。我现在开始边吃边聊天了。其实2018年呢是我比较倒霉的一年，2018年呢也是我的本命年。怎么说呢，2018年这一年过得非常不好。如果你有经常关注我的微博或者每一期都看我的视频的话，应该知道我18年过得是没有17年那么顺，也没有那么好，然后也发生了很多很倒霉的事。但是这一年我终于熬过去了，迎来崭新的2019年呢。2018年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录视频了，并没有从中放弃掉了。因为有一段时间，关注我的都知道，有一段时间我是情绪非常不好的，然后想说哎呀就不录视频了，就感觉自己就像那种被打到谷底了，就起不来了，然后也自暴自弃了，也不想起来了，然后就不想录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也很不顺，然后呢还发生了那件事情。这个摆在这里这么久了，把它打开吧。哦，说真的，我觉得瓶子还挺好看的，不知道多少钱，我记得好像比普通要贵。哎，碳酸饮料就是有那种很强的那种刺激感，让人很爽。完了，喝了几口，感觉有点饱了。汽水那个给气给冲的，感觉喝几口现在感觉有点饱了似的。不行，我要先把这个肉都给吃了先。
发信息啊，我看一下。让我想起赵本山老师一个小品里面的一句话，一年又一年，缘分啊，吃一堑长一智，谢谢呀、啊、横批自学成才。说实话，今天这个手撕包菜呢，承认是有点炒差了。今天这俩炒最好。又突然想起那个最近的一个鬼畜视频，就是真的就是一天不听心里就难受的那种，叫念诗之王。我家每天我不听个十遍我心里难受的那种。哎呀，真的有点吃饱了，被那个汽水给气的，还剩点菜，晚上再吃哦。人是一，马是鞍，一看长相，二看穿，白天想，夜里哭，做梦都想去首都。我感觉我都会背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挺喜欢赵本山的小品的，就是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，我那个手机就会放那个赵本山小品合集，也就放在那里让我入睡的那种。所以我的 B 站年度报表出来的时候，我听的最多的视频好像就是赵本山小品合集。哎妈，今天深圳热的呀。哦对哦，想到这个，想到昨天去吃饭的时候，在 KK Mall 深圳 KK Mall 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发了微博，就有一个老妹儿给我留言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刚刚在餐厅看到你了，结果有点不好意思没有给你打招呼。我当时心想，我天哪，昨天又没有洗头又没有化妆，头发油的一根一根的，天哪噜，我就想那么丑也认得出来，可能这就是真爱吧。哦，你们以后如果在深圳的什么餐厅啊路上啊，如果看到我的话，没关系，可以直接给我打招呼的，然后我们留一个暗号怎么样，就直接拍我，就说，哎妈，我是你老妹儿啊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怎么样，但我感觉你们应该很难发出那个老妹儿的口音吧。反正以后如果看到我的话，就大胆的来叫我好吗。我现在头发被刚刚这样折了一下都有点翘了，头发感觉有点怪，本来我今年过年是想去剪一下头发的，比较穷就没有去剪，而且过年剪头还涨价呢，就是涨价你知道吗，就不是98了，就那个大伟老师涨到100多了。拿点花生瓜子来唠唠嗑。哦这些都不是推广啊。好，这都我在超市里边随便买的，我不是牙补牙嘛，然后我就有点不敢吃糖，但我想着过年还是吃一个，反正吃一个赶紧刷牙。讲到那个补牙医生，现在就成为我一个很后悔的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应该后面直接问他要微信的呀，我现在后面好几天晚上我都后悔，为什么我没有要呢？你要人家也不一定会给你啊。那个时候看完要走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想问他要的，结果那个时候突然就进来了一个护士站在他旁边，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怂了，我就没有要。但是我后面我跟我同事说，我同事就说 stop， 别讲那么多，微信都没要到，别跟我讲了，好了，拜拜。那种啊，就是他意思就是说我太怂了，你们知道吧？他说微信都没要到，别跟我说了。好像就是这个帽子戴的，把我这个头发都戴瘪了。我感觉我平时头发都是蓬的，怎么戴了一下帽子，感觉头发好像被压瘪了似的。蓬起来好吗？蓬起来，显脸小一点。哎呀，回不去了，哎，就这样吧。还有个事儿，就是上次拍那个10万粉丝的时候，然后我放出了那个我十大歌手唱破音的视频，怎么我看弹幕怎么回事啊，没想到我看弹幕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哭了，什么我难受了，我哭了，怎么怎么的，哎呀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效果截然相反呢？我以为放出来大家会哈哈哈，哎呀妈，笑死我了，没想到不是这种效果呀。哎，我讲到我十大歌手，我就跟大家再唠会儿吧。现在还有看到现在最后的朋友吗？原来十大歌手有一个最搞笑的，我没跟你们讲，但是我在直播里面讲过了，我就讲给没看过直播的人听一下吧。那个时候十大歌手是需要初赛、复赛、决赛的，我最尴尬的应该是在初赛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初赛大概有个300-400人吧，还是400-500人。你们知道尴尬的点在哪里吗？就是初赛的时候咔咔，然后前面坐了一排什么校长啊、副校长啊、什么教导主任啊，怎么反正都是那种校领导啊。你知道我当时初赛我唱的是个什么曲目吗？可不可以爱我。你们试想一下，当时校长、副校长、教导主任的面唱
歌词里面还是你可不可以爱我，你可不可以想我，你可不可以爱我想我，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地。我的妈呀，我现在我真的，我想想我那段经历，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那个人是谁呢，反正不是我呀。天哪，我想说我当时真的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，而且特别喜欢出风头，就以前在学校真的很爱出风头那种，就很喜欢参加这种什么活动啊节目，就是三个字，就是爱出风头哦，四个啊，这是四个字，不好意思。就是哎呀，走在就是比如说走在学校的路上，走在饭堂的路上，然后就会有人说，哎，你看那个女生，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十大歌手的那个人，哎呀，我就整个走路的感觉带风，你知道吧，当时就喜欢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吧。疯了吧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，我现在我真的是，你给我几万块我都做不出来当时那种。那给几万块可能还是做得出，我就反正我就觉得当时真的是，但是我初赛有一个让我特别骄傲的点，就是我只唱了副歌的四句还是五句，当时就给我马上过了。这首歌当时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，那个这个歌还是挺火的。哎，我现在突然想唱这首歌，让我唱两句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爱我，可不可以看我，反正看或不看我依然是魂落魄，成全不是美的，拒绝也不是一种罪过，你能给我快乐还是寂寞。我当时就唱了这四五句，当下就给我过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很爱出风头，真的。好了，然后我们也就唠嗑，也就唠到这儿了。哦，还没跟你们说我新年的目标，就是2019年了嘛。然后我觉得今年一定是会有改变的一年。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因为其实我今年报考了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我暂时先不跟你们说，因为我怕我考不到。你知道我说出去这个 flag， 说我要考，结果最后学了一两年没考上，你说多尴尬啊！所以我就先不说我要考什么了，但是我有一个东西要考，然后要学习，每天要上课，就是我今年会有很多考试，然后也会有很多上课，所以我说今年是肯定会有变化的一年，然后今年注定也是特别忙碌的一年。首先我要上班，完了我要参加考试，我学习，然后有时候还得加班，然后我还有我的钢琴课也要上，我的钢琴练习我也要练，然后我课余时间我还得录视频，我还得剪视频，所以我2019年是注定很忙碌的一年，但同时会有大改变的一年，我是这么预计的。但是我希望这个改变是好的方向去改变，好的方向，好的目标。哎，总之要给自己打打气，加油呀，大家也要加油呀。去年的目标就是说今年要瘦到150斤，也是没瘦到150斤。其实今年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瘦，你们看我之前的视频，你们可以推测一下是哪个时间段。最低体重是达到了165斤，从200斤哦。我现在我是又胖了点，因为怎么说呢，人心情一变好啊，他就容易胖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段时间为什么消瘦，是因为我那段时间真的挺崩溃的，然后咋说呢，吃饭都不香的那种，所以那段时间比较消瘦。但是现在整个人你看吧，又调整过来了，又感觉自己棒棒的了，然后就又胖起来了，感觉吃饭贼香又胖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也没有胖太多，173、174这样，弹了10斤，但也没有说弹回去。那么今年我就还目标还是150斤吧。哎呀，我也不敢多说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很怕自己完不成这个目标，然后就其他也就没什么了，就是可能工作方面啊，还有我的考试方面，我希望我能加把劲儿，然后把这个东西考下来，往前逼自己把这个考下来，同时也要坚持练琴。其实我这几天有点偷懒了，有点对不起我的李老师。我的李老师呢，过年回家过年了，他是回家过年了，但是他给我布置了7、8首曲子，都是新的曲子哟。他临走前他给我布置了，然后后面说过年后我来检查哟，然后拍拍我的肩膀，加油哦，简直就是魔鬼啊，给我布置超级多的作业，我天！但是我到现在还没练，我天，有点焦头烂额，有没有？大家觉得我今年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变好一点，还是怎么呢？就感觉我现在还是说跟那个去年真是差不多呢，就是。好像比去年瘦了点，但是瘦的不明显，但是确实是瘦了几斤，比去年那肯定是瘦了10几20斤吧，但是不明显，我这个体重要瘦得很瘦才很明显。哦对，就是2019年就更新的话还是一个星期一期，也不会多更了。因为我19年真的事情是比较多，安排的事情真的是比较多。怎么说呢，我不后悔我做的决定，包括我决定考这个试，不后悔。既然报了就学，就去考，就考上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让2019年我们都身体健康，都开开心心的往前冲，加油呀！
相信19年会越来越好的。嗯，大家也是哦，都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好了，我现在就给大家献唱一首那个好运来吧，也是去年你们让我唱我没唱的那个。我这几天我还练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好运来那个声音呢特别细特别尖，我的声音呢是那种特别粗特别低特别低特别粗的那种声音，很难唱。我唱的话我是用假声唱的。哎呀妈，叠个千纸鹤，载几个红飘带，越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。你勤劳生活美，你健康春常在，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。打个中国结，青春风剑歌彩，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。你风舞太平年，你龙腾新时代，你幸福的家园迎来百花盛开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带乐喜和爱。好运来，我们好运来，迎着好运兴隆发达红四海。来，妈，这首歌唱的我都感觉我快挂掉了。好了，然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好运来，好吗？然后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一下，然后给我点一个赞呀。长按大拇哥3秒钟就会有一键三连，欢迎大家给我三连击呀。然后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突然性的官方有没有？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呀。2019年我们也一起走下去吧。